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神秘而美丽的拉贝尔大陆。大陆上有一个古老而文明的卡伦卡雅皇族，而今天即将迎来他们公主的成年礼。
原来恶魔一直嫉妒着公主的美貌，终于在这天献上了被诅咒的毒苹果。指尖的触摸，从肩头划过，在一瞬间，寒冷全身蔓延，夜深交错，让我失魂。我多落，反正已经无法逃脱。
受了诅咒的公主美貌不在，逐渐变成了人人惧怕的妖怪。谁能听得到浮生中的那首歌叫
Thank you.
前辈。唐尼，虽然你不是天使，但却有着天使的美丽。好的，浪好。甜甜的草莓蛋糕都不及甜甜的你，希望公主殿下可以永远守护住那份幸福小精灵。最后祝你生日快乐，乐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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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要生日快乐！印象里你是一个甜甜的、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希望你能一直开开心心的，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加油！排舞，我不善言辞，不懂夸你可爱的脸，还有有趣的灵魂，所以让大家告诉你，你有多棒吧！生日快乐 ，Princess 卡伦卡尔的乔治。望着你，我心中有万千感慨，思绪万千。对我来说，你简直完美的无可替代。生日快乐，铁石空的阿彪嫂，阿彪啊！我的心是喵喵的，我的魂是喵喵的，我的灵是喵喵的，让我祝他生日快乐吧。耶！今天这个弹幕是调的背诵吗？那接下来是那个万众瞩目的读信环节哈，哪一位幸运的小可爱先来呢？我来吧。好，来吧。因为我是代替那个刘胜男前辈。嗨，苗苗，首先最开始要祝你生日快乐。悼念信环节时，生日快乐歌是不是也都唱完了？可以的话，你就当我也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唱完了这首歌。生日快乐歌的歌词，在我心里认为它是非常棒，是很美好的生日祝语了。说说我们两个吧，其实我们一开始的交集真的很少，因为并不是同队，住的楼层也都是分开的三四层楼。大概之前的碰面也都是在剧场公演结束前后和大型活动彩排的碰面。当时对你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来自你的声音，这姑娘的音色也太甜了吧，外形整体感觉十分猫系。之后的之后的熟识也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一起在一个学校同一个班学习开始的。认识你到现在，可以评价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女孩，不同于外形上看上去是乖乖女孩子的形象，也许在遇到一些难克服的事情上会表现出怯懦，但当遇到一些需要挑战的自己的课题角色，你会很勇敢地去挑战自己，去选择把这个角色拿下。对待每一个角色，你会很认真地去揣摩，然后一次次去实验。后面有几次我在班有听到同学说你当时因为芝加哥里面的一个角色觉得自己演绎的不好，着急的都哭了，然后哭完接着继续练。我虽然当时不在班，但我想逃避勇气和热情那一时刻应该都有在你心里来回穿插吧。当你选择你还是要勇敢的去克服它时，你就已经很棒了。事实证明在学期末的汇报上你也非常出色，所以我也很期待未来作为音乐剧演员的叶苗苗之后的团魂，包括现在的复课公演，最近肯定都很忙吧，学校没放假前两边跑，你也只有在晚上回中心才能练习，赶着练习到很晚，然后第二天继续早起学校。期间你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于是就变成了中心学校医院三点一线的到处跑，所以今后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身边的人也照顾你，哈哈哈。学习新东西是快乐的，但同时能够平衡好两方是不易的。其实和你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好像没有在人生理想中有过多的谈论。其实写到这封信时，我也很好奇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相信你心里一定有一个答案，而且未来你也一定是想要去追逐这个答案了。我的进修班时段也已经截止了，以后可能就没办法在一起上学了，但真的能在这一过程中能认识到你，我觉得很开心，很为我自己觉得开心。我相信你一直抱着那份对待任何事物都很认真的态度，一定在未来会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功。加油，叶苗苗，勇敢的向前冲吧！谢谢小树，谢谢丹尼的圆月。小树你在看吗？谢谢你哦。还有，再下一个，还有哈，那个不要浪费时间哈。还有吗？肯定不好意思偷剪刀布。那就我吧。
穿了10公分的高跟鞋，我觉得我好高。苗苗呀，首先祝你生日快乐！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认识3年了，时间过得可太快了。还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特别特别温柔、特别特别可爱，每天都能穿着小裙子的粉粉的女孩子。然后现在黑化了，你看我这一身，也很好看。然后我发现我的故事烂尾了，因为它没有结局。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理性，然后也会让我很喜欢的女孩子了，哈哈哈。还记得我们原来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是从来没有吵过架，也不会有什么矛盾，每天在一起就是傻乐呵。可是最近这半年多，我们好像是把积攒了2年多的架一次性都吵完了。我稍微算了一下，我就算了我记得的，就是我们这半年从过年之后差不多来回就是吵了有5、6次的架。虽然说吵架有助于增进感情吧，可是我每一次跟你吵完架之后都会特别特别的后悔，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记得最近一次吵架是在大前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排练新公演，然后我还有几首歌不太熟，我一时太着急了，就跟你说苗苗你生日的那个我可不可以不参加了呀，然后我没想到你哇的一下就哭了，说那可是你的生日，然后我一下就慌了，马上安慰你，跟你说我错了，我跟你开玩笑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舞蹈室，你教我那个舞蹈。后来我在房间里就是越想越觉得我很不像话，我只顾着自己的压力比较大，但是没想到你连着新公演连着拉票压力肯定更大，我不但没有帮你去缓解你的压力，反而会让你更难过。你一直都说我很直男，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安慰你。其实我前两天偷偷的去看了你的小红书，然后看到了你最近点赞了一个口红，然后你给我买口红啊。哇，你知真的吗？你这开心吗？哇，我有生之年又要给我买口红。雅玉我们有吗？没有，我好羡慕啊！有生之年，我。谢谢。我还直男吗？你不直男，你最好了，你一点都不直男。谁说你直男？我帮你去咬他。然后今天给你呢，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我是不是比人好多了，就没有那么直男？太棒了。好感动，所以你可以原谅我前天。我早原谅你了，我怎么会记你这么久？就是的，因为我觉得我前天确实有点太不对。其实我知道大家这段时间其实压力都大，然后还陪我练，其实我已经很感动了。就是你们能每天晚上陪我练习，真的。你是我在歌队现在最好的朋友，我不希望失去你，也不希望我们之间有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大。我真的觉得吵架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有什么说什么，至少我们对对方最初的那份友谊不要变。不会的。还有一句话就是，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朋友，但是我希望我们就是可以成为那个不管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麻烦可以都能第一个想到对方的人。当然啦。生日快乐，谢谢。来，下一个。下一个。在哪？还有吗？是谁啊？没有人了吗？没了。那接下来有一份来自远方的神秘。来自远方。神秘反派，然后他向你发送了一份生日祝福，你要接收吗？哇哦，宣见。生日快乐，苗苗。这次的生日公演本来说好要演你的王子，很遗憾被学校安排去了太行山，在山区待了十几天。
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当着我的面把我给换了。我现在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是不过生日的，但是我知道你是把生日看得很重要的，每年离生日半个月前在朋友圈提前预告农历阳历生日的，不用猜，那一定是苗苗了。是的，你是一个一年必须过两次生日的小公主，但你却有着常人所不知道的坚强。光看你的外表，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娇滴滴的、离不开别人保护的小女孩罢了。直到有一天，我从食堂拿来一瓶王总送的酸奶，分别对应着爪子、牙，愣是没打开。你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拿过酸奶，轻而易举地开了盖。那天我喝得很开心，却并不是因为酸奶的香甜，而是我想到你以前可是开瓶盖都需要我帮你拧的。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个女孩子的努力，为了和我创造独家回忆，竟然想出这样的小伎俩接近我，让我帮你拧瓶盖，使我们的友情更进一步，真是个小机灵鬼。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很喜欢你对待生活的心态，事事充满仪式感。你房间的每个物件都很精致，从不会将就着来。你的生活理念也影响了我。你认真和我说，每个女孩子都是公主，所以要好好对待自己。这个片段在我心里很深刻。你是很贴心、很微妙的，让周围的朋友都能更好地享受认真对待生活的乐趣，慢慢地让人离不开你。你是一个恋家的女孩子，只要有几天空闲，一定会回家待几天，但是车费又比较昂贵，你都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车回家。我有经历过坐夜车被咸猪手的阴影，每次你回家都要提醒你穿裤子，穿裤子，不许给我露腿。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寄予太多希望你会乖乖听话，因为一年四季都只穿裙子的你要让你穿裤子，那肯定是非常难受了。可是你竟然真的听了我的话，第二天看到你穿得像个假小子一样，我惊呆了，这种风格竟然很适合你。就是你这样一个恋家的女孩子，竟然会做出一个很勇敢的决定，转学到北京，这样的确会比往返于火车站之间轻松些。可新的学校意味着从头开始，所有的课业都是全新的、陌生的。早上6点起来练早功，还要给老师录像检查，白天上了一天课，晚上回到中心还要上公司的加强课，经常和冲刺高考的学生一样，从早6点一直上课到晚9点，真的是凭仙气儿在撑着吧。新的一岁继续变好吧，一起。其实有很多很多想和你说的话，但是话在嘴边又说不出来了。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对苗苗，因为越是这样的女孩子，其实她的内心越是需要人去更近的去理解她，去保护她。其实苗苗一直都是一个很坚强的，她的身体并不好，但她从来都没有向别人展示过她软弱的一面，她永远都是充满活力，在舞台上充满极大的热情来面对每一个大家所交给她的舞台表演。但实际上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和大家说，包括他上学的难处和公司在工作之间的各种冲突，他从来都没有和大家提起过，包括就是各种事。我始终觉得苗苗是一个很完美的女孩子，但实际上越是完美的人，她内心所承受的压力就越是巨大，但大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大家总觉得越是完美的人他就越不需要各种鼓励，因为他自己可以调节自己，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苗苗更多的鼓励，
给苗苗更多的信心，因为在这个团体里待久了，就算是再自信的人也会变得有那么一点自卑，因为越见识的多就越发现能力的有限，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给他多一点的勇气，多一点的支持，让他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未来。苗苗生日快乐，现在是2019年。几月几号啊？7月13号。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苗苗，原来你用心良苦制造他们，早制造你们在一起的那种。这个不是语音电话是吧？苗苗，我就记住了一句话，就记住了一句话。你真是个小机灵鬼。对呀，真是个小笨蛋。我就记住了一句话，宣剑。你这句话搞得我的位置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就电视剧里面一般跟皇上说这句话的都是。好，那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很感谢大家今天可以过来一起参加我们的新公演首演，还有观看我的生日公演，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可以继续支持我，支持我们听见。然后大家最近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因为这段时间实在是太黑暗了，我真的是，没关系，我们胜利就在前方了，对不对？其实已经生日环节已经完了，等会拉票完了我就解放了，我就过去了。对，我们就胜利了，胜利的曙光在前方。其实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是不是？是吧？就是而且努力没什么了不起的嘛，都是应该的。然后就是想把就是舞台的表现就是完美的呈现给大家，然后也可以让就是给大家展示我的更多面。然后我算是就是很串联了好几个童话故事，然后把这几首歌好不容易串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烂尾了。然后没有结局，结局是什么呢？请您下回分解，我现在不说。然后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表演。然后这也是我刚刚也演唱了一首非常喜欢的音乐剧里面的歌，就是选自音乐剧《变身怪医》里面的《Dangerous Game》。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可以支持我一个马上快要大二的音乐剧学生，谢谢大家。然后很开心大家可以今天来到我生日的现场，今天真的是我生日。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接下来的节目，谢谢大家。那最后让我们一起祝苗苗生日。